当我故意戴小皮套来测试喜欢的女孩时，没有啊，我也才到。哎，对了，咱俩去吃那个学校对面那个新开的火锅吧，听说可好吃了。你自己去吃吧，我不想吃了。不是那个，你别走啊！你不说好咱俩一块儿当饭搭一块儿吃饭吗？不是咋的了？你能说清楚吗？你不累吗？不是累啥呀？咱俩还没去吃饭呢，怎么累了？你天天跟那么多女生周旋，你不累吗？我哪跟那么多女生周旋？我就只跟你一个女生周旋了吗？那你手上那是什么？你说这个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来，你转过去。来，绑好了。你看这样一会儿吃饭多方便呢。我特意给你准备的小皮筋，你应该想啥呢？什么女孩，什么周旋，你不会吃醋了吧？我才没有呢，想什么呢？哎，那我还能跟你周旋吗？吃不吃饭了？话怎么那么多？哎，伸出来。干啥？伸出来。你说带我这个。